谢了，这什么时候你还在这喝冰呢？哎，我就注意到。你当我说的话是空气是吧？哎呀，这再不吃就过期了。哎，你放心吧，我这命硬呢，身体好着呢，我绝对不会发烧。 小学，你不是真感冒吧？我这就正常体温，睡着就好。明天我陪你去医务室看看吧。哎呀，别一惊一乍，我命硬呢。刷牙去。小学不会真有什么事儿吧？白天他还吃了个鸡翅呢。咱们一个宿舍的，要是他摊上了，谁都跑不掉。别一惊一乍的，我有板蓝根，冲一杯吧。嗯。要不给方雪也泡一杯吧？板蓝根是预防的，他已经感冒了，喝了也没用。嗯。再擦鼻子都要脱皮了。那怎么办？就按你昨天别喝冰可乐，你偏喝，赶紧去医务室看看吧。 放心吧，我就普通感冒，过两天就好了。去看看医生，就是他得了流感。舌头伸出来，停记。医生，什么时候能回去上课啊？ 雷主任，我着急去上厕所。厕所在那边，跟我到办公室来一趟。好险！咱们去见方雪的事，千万不要让班里人知道。你考虑的周全啊！要不给他带点什么吧？嗯。小雪，小雪，小雪，小雪。 你们怎么来了？这不担心你吗？看，腹地肌还有吃的。太好了，这样就不会无聊了。本来还想给你带几本书的，结果都被医生给……嗯，医生怎么说？啊，量完体温，他们打了个电话，是我疑似病例。你们说，我是不是快不行了？ 别瞎说，我跟你说，哥们儿，你就是感冒，你知道吗？那医生，小题大做了。对对对，你现在什么都别想，按时吃药，安心养病，等烧退了以后就好了。对呀，你别吓唬自己。凤学什么时候感冒的？昨天。昨天？怎么现在才来说的？他可能就是喝了点饮料，然后肚子受凉了。你说你们这些孩子吃什么喝什么也太随意了。最近有没有吃鸡做的东西啊？ 我们等你回来。秀秋，你看什么呢？啊，没什么。你们赶紧回去吧，没事了。对了，回去之后啊，别学我啊，吃冰的。放心吧，有你这个前车之鉴，我们都预防着呢。 进来都进不来。甜甜，你咋了？浩学，我也摊上事儿了。咱们班一下感染俩，这下可真成高危班级了。汤甜甜不会被放学传染了吧？要传染，我们早进去了。
咱们班闲人本来瞎逼逼，你试试啊！顾少，我叫你闭嘴吗？哎，你别理他们，他们就是嘴欠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是不明白，都是同学，怎么可议论的？没事，他们下次要再说你的话，我就直接给他们做进去。哎，等会儿，我跟你说了，你这关键时期你。 叫什么？你自己穿着吧，下次穿个成熟点图案。小雪，你说我们俩会不会有事儿啊？ 是未来的声音吧？我忘关机了，自己录进去了。你怎么会想要录这个？我小时候耳朵短暂失聪过，我当时吓坏了，我以为我再也听不到了。后来我就发誓，如果我听到了，我一定好好珍惜。你还有这种经历啊？ 我觉得有时候人遇到困难没什么，只要扛过去，说不定新世界就来了。小雪，王子奇给我发短信了，我说什么来着？自行世界来了吧？他救我早点康复了。 好，还有人关心你。怎么才来？我为了你满大街跑连饭都没吃，还嫌弃我。退烧药、止咳糖浆、维生素，还有西洋参片。谢了，谢了。这次又是为了那个叫方学的女孩吧？知道还问。 这些给你，好点了吗？零食我收下了，保健品我不吃，老年人吃。就是因为你一直这么逞强，才会变成现在这样。大家都在担心你呢，拿着吧。担心我？那你唱首歌给我听，唱首歌我就好。我不会唱歌。唱歌有什么不会的？今天程俊他们就唱为你写诗给我听了。 唱歌有用吗？你都病成这样了，能不能别开玩笑了？唱歌怎么没有用了？我觉得唱歌是件特别温暖的事情。莫名其妙。怎么莫名其妙了？
你才莫名其妙，我都生病生成这样，你还在这给我上课。放学，我这么东躲西藏过来给你送东西，不是为了和你吵架的，你能不能懂事一点？我不懂事是吧？赶紧走，烦你。是不是又和方雪吵架了？真不知道他怎么想。哎，你听我说，他最近出这么大事，就需要你安慰安慰他，你知道吗？那我怎么办？我难不成和他室友一样给他上过你解释？为什么不行啊？哎，一首歌哄他开心多值啊！你不是在逗我吧？我怎么能逗你呢？你想想，这事你要换成我，我要给程静来这么一出，我早给他拿下了，是不是？你好好想想啊。学长，你找我？那个，我想点首歌。你要点歌？各位同学，下午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湘江之声。希望湘江中学的老师和同学们都能够远离病毒，保持好的心情。下面呢，有位同学匿名给高四一班的方学点了一首歌，祝他早日康复。孩子现在的情况呢，总体来说有些不太乐观，伴随着有高烧不退、呼吸困难、昏迷等等。那医生，我们小学会不会有危险？一旦病情恶化的话，是有一定的生命危险的。不过你们也别担心，他现在只是有疑似症状而已。没事，现在没确诊吗？小学送到湘江中学去复读，你可把孩子给累了，我们是不是做错了？
行了行了行了，别胡思乱想了啊！行，你去看着孩子，我出去买点东西啊。 本地的那种是刚空运过来的啊！我要最最贵的。好，不行，我坚决不同意。我真的必须去看方学。我也担心方学，可现在我不能让你去冒险。我就去给他送个作业啊。是你去给他送作业了，学校闹得沸沸扬扬的。 老师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人。哎，你最近怎么对方学那么上心啊？毕竟我们俩是一个学习小组的，在这个时候，我总不能抛下他不管吧？出什么事儿我担着。 谢谢老师。哎，你路上注意安全啊！你好，请问方姐在哪儿？那边的病房。不好意思啊，叔叔，方姐呢？睡着呢。 还没确诊，我们也在等消息。叔叔，我给他带来了笔记。谢谢啊，谢谢啊，孩子。那我走了。哎，未来，方轩来医院的时候，嘴里一直念叨他的复读机。 听什么呢？你怎么来了？我来吹吹风。程静，会不会觉得人有时候挺无助的？天灾人祸来了，人一点办法都没有。生活不就是这样吗？我们把能做的做好，其他的听天命吧。 那首为你写诗是你点的吧？是又怎么样？谁还能想到这种迂回的方式去安慰方学呢？再迂回，他也没听到。你可以想办法让他听到。
换铃声？嗯。之前课间用的音乐一直很好啊，为什么要换呢？雷主任，难道您不觉得之前那个太单调了吗？单调吗？这是规律，规律组成规矩。但舒缓的铃声有助于学生放松心情，还会舒缓他们的压力。如果实在不行的话，换一周也行。行，我想想，你先去吧。雷主任，隔壁一中的教导主任已经找到我来问我的意见了。如果这件事情没法解决的话，恐怕……换铃声对你这么重要吗？还要威胁我？对不起了，雷主任。放心吧，孩子没什么问题了。哎，那就太好了，谢谢啊。谢谢。谢谢啊！谢谢谢谢，以后呀，要是有什么情况了，随时找值班医生。好的，哎，好，谢谢啊，好好休息啊。好好好，谢谢谢谢啊，医生拜拜。让你再不听话，这次长教训了吧？好在有惊无险，孩子病刚好。就是病刚好，叨叨叨。哎，对了，前两天啊，人未来特意来看你了，回去以后好好谢人家啊。啥时候啊？就你昏迷那几天啊，对，那孩子看你病成这样都没魂儿了，哎，妈就没见过你哪个同学这么关心过你。他当时来的时候啊，还带了几本复习资料。哎，放学，就别再看了，你病刚好，好好休息吧。我跟你妈出去给你买饭去啊。嗯，好好休息啊。嗯，睡一会儿。啊，我要吃水果啊。迟到了。对不起，本来想关心你，却闹得不欢而散。我觉得唱为你写诗鼓励你是一件很可笑的事，结果却自己跑来广播站给你点了首为你写诗，只可惜你没听到。这段时间，我从你和你朋友身上学到了很多，朋友就应该互相支持，而我却一直不理解这份温暖。谢谢你教过我这些。以后的路我陪着你，为你写诗，为你静止，为你做不可能的事。你的同桌，未来。三氯甲烷 ，C 苯，二乙醇 ，D